你的这个签对你的家来说是非常烂啊。OK， 我不懂那个羽联长去安排，令人大失所望的。不懂是不是中国球迷比较失望啦，而且我也是觉得吓到了。但是看好石宇奇在能进四强，至少真的是至少。我不懂全明星赛让你有一个感觉，就可能有时候熟悉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去年十二月或者是一月，他有一些医生给他一些 advice 啊，一些忠告，叫他多努力训练。Hello， 大家好，我叫 Jandelina，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加分享，不喜欢的可以出去。OK， so， 全明星赛2024年就回来了，所以大家最期待、最期待赛事就是全明星赛了。我就迟了一天，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上半区昨天的表现。安塞龙对 Srikan Kidambi， 你看到吗？安塞龙他在全明星赛的状态是真的是很强，很多人都说他法国赛他输给选手是因为流利，这样我就有的觉得是有可能的。金廷对李佳豪这个大家都是不需要去看的，都令人大失所望的。不懂是不是中国球迷比较失望啦，而且我也是觉得吓到了。就是卫冕冠军上一届2023年全明赛赢石宇奇的中国选手李世峰，把那个全明赛输给 Popov 的哥哥。虽然以比赛的记录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是3-0的胜算，就是说每当李世峰遇到 Popov 哥哥，然后他就会有输的感觉。 OK， so 很多人讲是爆冷，我也觉得有点吓到啦，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啊，一定是过关啊，因为我还以为他可能会进到八强，以他的状态，只是说他在拿了亚运会冠军后，他的整体的状态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奇怪啊。渡边韩圭跟王子伟，渡边韩圭赢了，而且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欧洲比赛大多数的人球员到了到球场了，然后他的行李还在托运中，所以昨天子伟是穿了一些很随便的衣服，而且那些球拍啊、球鞋都是跟队友借的，或者是跟赞助商再讨多新的一份，所以变成你一刚下场的时候，你整个状态都是不好啦。OK， 我记得不只是王子伟一个人的行李还在托运中，其他的选手也是遇到这种情况。OK， 我有看到评论区也比较好笑啦，其实叫那个子伟的行李不用来到伯明翰了，英国，因为他已经输了，可以准备回去啊。OK， 所以最期待的就是下半场。下半区，也就是说等下会比赛的羽毛球比赛。 OK， 骆建佑跟吴江本身我们都是普遍看好是骆建佑啦，因为他一他是世界冠军，二他的讲真的我蛮喜欢看他打球啦，他打球有点像我们曾经的李宗伟那种速度快杀球狠，就是说他每场球有点像李子嘉，就是说他每场球都打得很精彩，就是说你可以去剪他的影片啊，放去抖音啊，人家都会很喜欢。只不过呢他不能拿到胜率啊，可能我也觉得私心是骆建佑啦，可是整体上如果表现得稳定的话，吴佳良是有机会拿到。哎，就接下来就最重要了，就是李子嘉 VS 奈良功大，然后他们这个分分合合这些一堆鸳鸯情侣青梅竹马终于又在全明星赛遇到了，我觉得这个签对李子嘉来说是非常烂啊。OK， 我不懂那个羽联长去安排这个签运的。然后奈良钢工大其实他已经连续三次赢李子嘉了，没有记错的话啦。OK， 李子嘉在2023年的全明星赛在八强打败奈良钢工大，然后进四强吗？OK， 所以全部人对李子嘉期待很大，我也是对他们有所期待啦。只不过以他最近的表现，我不太确定他没回来呀，所以我真的是本身私心是非常喜欢李子嘉赢啦。可是李子嘉有一个你们注意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说他每次只要打进攻拿不到分的话，他整个人就会很急啊，就是每一粒球都想把它不会想让它拉掉啊，把它时间拉长。
OK， 我知道有人说，如果你跟那样打拉吊的话，你是赢不过那两，因为那两个体力是非常充沛的，他就打拉吊起家。可是我觉得，如果李子嘉跟他玩拉吊的话，再加上他现在改过一些打法，我觉得是45-55吧，我不能讲50-50。所以这个李子嘉要赢那两公大是要很奇迹咯。李子嘉如果打到那两公大的话，他的签运也不是很美啦。OK， 他可能要经过吴家狼了，要对上可能是安东森哦，才有机会晋级四强。Okay， 因为李子嘉一路来全联赛的记录是还蛮美的，因为我记得他2020年第一次参加全联赛就打进了四强，输给 Excel 胜，然后2021年拿冠军，然后2022年又进四强，输给了 Sasan， 然后2023年又进四强，输给施雨琦。所以我说，李子嘉整体来说全联赛他的表现是让人很期待的，虽然他每次都是第一局就出，我人家讲了一人游，可是讲到来全联赛还是只令人期待啦。因为我不懂全联赛让李子嘉有一个感觉，就可能有时候熟悉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残酷的感觉嘛。可是讲真的，这个签运我真的是没有很大信心啦。如果你讲李子嘉能进大强，我觉得还算厉害的，因为他在下面有一个安东森，而且安东森最近状态真的回稳了。So， 再来一个下半区的 B 组，就是有周天成、Jordan Christie。我看好的是周天成嘛，因为在全联赛周天成的表现也是不错，所以他可能会把 Jordan Christie 拿下。然后卢广主 VS 昆拉沃，本来我想是给卢广主的，可是近期我看到昆拉沃又回来的感觉啊，芝科 VS 普利耶修，印度的，看好芝科咯，这个不用讲了，因为普利耶修也不太水。定点的也是可以讲是 Gamke 跟石宇奇，这个也是一对鸳鸯，他们每次都会遇在一起。OK， 所以本身就看好石宇奇啦。OK， 因为石宇奇讲真的，今年的状态好像是拿两个冠军一个亚军，这种状态这样火爆，谁来谁都完蛋。所以其可能是在下面这个下半区的李祖武称王咯，他很大机会进四强，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了吧。上半你看啊，他对手最大威胁也是昆拉布，因为本身是看好石宇奇在能进四强，至少真的是至少。等下李子嘉会 VS 奈良，所以我们保佑李子嘉，祝福李子嘉能在全联赛大展宏图。Okay， 我真的是很希望李子嘉能把奈良拿下，他就整个气势就提升。OK， 所以有人问我那个法国他输给一个 Denmark 的无名小子怎样看，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啦，慢热也是有点失望，可是还是相信他是那个慢热吧，因为他才从亚洲飞来法国，然后要适应一些天气，适应时差，所以我觉得怎样都好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而且那个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那是Olympic 奥运会的主要主办的场地，所以他能在那边适应的话对他来说是很好的。只是说现在我怕他会有一个造成一些阴影，因为我在比如说他 Olympic 是七月份嘛，他在来这个场能还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三月份的时候输给一个无名小子的人，是不是我第一轮就出了这个场地，所以我怕他对这个有一个阴影，所以造成他不能不敢打得很谨慎啊，那个就打不开，就有点危险。所以总之都是希望他能在全联赛拿下一些自信或者拿下好的成绩。OK， 不求怎样，我不求他拿什么东西都好，只是说他能把自己做好，然后让观众觉得李子嘉真的是有一个水准在世界前十。OK， 至于黄志勇，我觉得还蛮可惜啦，因为黄志勇他去年他是屠龙的其中一个选手，然后就是因为去年12月或者是1月，他有一些医生给他一些 advice 啊，一些忠告，叫他多努力训练，所以变成可能他不懂怎样的内部，总之现在有点乱，所以黄志勇他应该是没有机会打进奥运的资格赛了，因为
最新的排名，黄智勇已经从16跌来17，而且以他这种状态，我不懂他能不能在这个4月份或者5月份上场。OK， 就算能上场的话，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回来他的之前的步伐啊，比赛的环境啊，不一样了嘛，跟训练中。OK， 所以祝福啊黄智勇尽快的好起来。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支持啊李子嘉先啦、啊。最后就是其次就是支持马来西亚国家队。OK， so 今晚我们一起期待啊李子嘉跟奈良钢工大这个精彩的大比赛。可惜啊，发现二号的场地就是没有那种高清的角度，而全英赛的收音是一级棒了。OK， 所以今天影片到此为止，拜拜。